2023赛季上半年的比赛已经打完，中国台北公开赛忽略不计。今天统计的是男单项目总共有13个冠军，只有安塞龙和昆拉武特拿到了2个冠军，其他都是一个，可见男单竞争有多激烈。国羽在男单项目上相对薄弱，只有李诗峰拿到了全英赛的冠军安塞龙，2个印尼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昆拉武特，2个泰国公开赛印度公开赛，其余球员都是一个，包括金廷、新加坡公开赛普兰诺伊、马来西亚大师塞拉贾瓦特、奥尔良大师塞西本全泰、西班牙大师塞渡边航贵、瑞士公开赛李诗峰、全英公开赛武家朗、德国公开赛林俊逸、泰国大师塞乔纳坦、印尼大师塞傅各站赛事男单冠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